当代佬的第二十五天。兄弟们，哥本哈根地图已经更新了几天哈，就不知道你们是否玩过这个地图啦，或者说像我一样啊，没有更新，然后只有开个小号来玩一玩这个地图。我不是这样的，因为我那个账号还真的更新不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，真的是找不住那种感觉呀。当然开了个新号之后呢，那接下来就可以签到领黑杰克了哈，这个福利还真的不错。那接下来咱们就把那个黑杰克给领了哈。领了黑杰克之后啊，我发现这里有一个机械兔的套装来袭哈，哎呀，有个赛博摩托，一颗大洋就会搞定，还有一个超能氧气瓶，三颗大洋就会搞定，还有一个机械兔，六颗大洋就能搞定，这个还真的不错哈。不过接下来我就发现了一个免费试玩的鼠小一家电影风暴的皮肤，哎呀，这个现实返场又可以免费试玩了，加上这么昂贵了，不玩白不玩。好了，咱们进入游戏之后直接跑起来吧。感觉啊，这皮肤还是不错的哈，这个滑板的特效怎么没有刚才那个显示封面那种特效呢？只有一个向前滑行或者是翻滚的状态。刚才那个封面的话，这个有一个喷射的感觉哈，说实话那种看起来才是真正的炫酷。好的，来咱们继续哈，继续跑啊，看看这个皮肤和这个滑板的特效到底怎么样呢。哎呀，这么久了还是没有出现那种特效，那种特效难道是加速才有的一种特效吗？啊，那就不知道了哈，不管了，咱们继续跑啊。哎呀，我去，差点丢，哎，稳住稳住，哎，稳，真的是不小心哈。不过接下来的话，我又发现这个小鸭子还可以试玩呐，不玩白不玩。哎，咱们直接又跑起。说实话，这个皮肤的话，跑起来就有点丑了，感觉又没什么特效啊，跑起来，哎，又像一个很丑的东西哈。比起刚才那个皮肤的话，肯定要差很远很远的哈。来，咱们继续跑。你看它跳起来的感觉，有点想笑的感觉。好的，咱们继续跑啊。哎，不过说实话，这个哥本哈根地图更新之后呢，我之前也是玩过的，和之前玩的也差不多哈，可能就是从那边把那个地图给弄过来吧。弄过来之后呢，啊，就是这种效果，里面也是佛兰克的老家哈，也有佛兰克的头像啊。大家看过我前面的视频的话就知道，玩这个地图的话也是玩了很多次哈，大家也看了哈。说实话，这个地图还是真的很受欢迎的，因为说实话，这是佛兰克老家，这个轨道的话变成这种光柱，还有火车变成这样子的哈，那种氛围感看起来也是非常好看，非常有意思的。现在这边的话也更新了这个地图，想必大家已经迫不及待了去玩了这个地图啊。那接下来兄弟们哈，你们可以去尽情的体验一下这种氛围的地图了。好的，前面有个跳跳鞋，咱们直接捡上。哎，跳过来的话，看见这个佛兰克了，在这个屏幕上，大家看见没有？哎，不知道你们说实话遇到了多少个这个佛兰克呢？我之前也是挑战一下哈，我遇到了总共好像最多的时候是六个嘛，七个。当然，如果你分数跑得够多的话，可能遇见的更多啊，也看运气嘛。所以说这个佛兰克的话，它是随机出现的，要是运气好的话，说不定就会出现三个挨着的，那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啊。当然，最后经过我的努力哈，这边也是啊打破了记录，因为这是新号码哈，直接跑了一个分数就打破了，我真的是万万没想到啊。